不能跟人家误导，嗯，什么鱼就是什么鱼，啊，分类真清楚，嗯，但是跟咱买鱼的人，伊讲，伊为着要加赚钱，你卖甲大鱼煮面，你甲白菜碟，我来去我甲大冬面，一罐要卖偌济？你讲说，一千多块，一千多，那每400块零售，它是一千多。那人伊安在搞鬼，啊买人嘛冲啊哦，这外伊安呢，这冬米，冬天才有诶，这很少。啊，较早就是古早时代，这中药咧时间就是冬米较值钱嘛。较早讲冬米是啥物米？油菜花米，油菜生胖生胖，啊，它油菜米喏，它的那个。胡椒特别多，也是点白白点啊。哦，胡椒啊，啊，伊生胖生胖啊，啊，油菜较退火，较嫩啦。人讲较嫩啊，嘛讲较退火啦。啊，伊所以讲伊内滋味，咱内滋味是较济。啊，伊讲，我如果当作，啊，当面内面才有价值啦，我才赚得济啊。哦，啊，但是买人嘛欢喜，嘛欢喜哦。哦，这好买哦，这厉害咯。哦，这是怪人啦，吼、哦，半怪啦。啊，不过生意是安尼啦。嗯。哦，咱潘山敏也没有一个讲真标准的价位啦。你高兴我高兴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哎、欸，你吃嘛，我咧卖这个瓶罐啦，吼、哦。嗯。糖罐啊，我我直接讲过。所有的，所有的，你要入花粉的，你要入蜂蜜的，哦，拢有啦，瓶瓶罐罐拢有啦。塑胶桶的啦，玻璃拢有啦。哎，对啦，反正就是有的很小，我个散啦呢，我一盖几百文，这罐罐罐拢有啦。那个是什么蜜？这个就是那个啊，冬蜜，七大颗比千里多啦，千里面啦，会八条了，变啦，你这个得上班啦，过八条了。啊，说的好，没有啊，听到无啦，可以试试，可以试试，就在那个北部啊，一瓶1200。对。老师再提一下，他如果说放在冰箱里面就结冻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要吃的时候拿出来。不是，它的特性是结晶的。啊，就结晶了。那我要吃的时候拿出来。拿出来，放就像这样子，软软。就是挖出来你可以啊，你可以拿来买炒嘞。你要高胖，嘛做好事，高胖刷刷，吃个刷刷，很好吃。啊，我没有几块，没有几块，大家拢来出来解冻。啊，这个归款可以去煮啊出来。啊，这个特性就是不用解冻了。糖尿病的人一般是不能吃甜的，可是这个不能吃糖啊，蜂蜜是可以少许是可以吃的，吃着给我们。对。哦，大家吃看嘛，这布呢，这冬蜜啊，这不是每一个蜂农都能够做到这样的。长的那一只，长的，都规格呢。嗯，谢谢。蜂农真济，伊会结一半，无像阮咱结几。你那个没有放个冰箱，它就这样结晶了，是不是？它一样会结晶，就像这样子。我知道，就是你那个没有放个冰箱嘛，它就结晶了。没有，对，只是它的风味不一样。啊，你也要酸，阮这是酸的，把它去了很清楚啦，所以我也可能不清啊。啊，这嘛要去煮出来，伊爱几多？那是那个浓缩几多？你爱看你几多的，再根据。它在放在嘴巴里面就已经化掉了。我老公年长，更冷冻为结晶。可能当是加含这条的呀，你困袂去叮当。这个是荔枝蜂蜜，冷藏它里面的活菌还在作用。啊，一般的蜂蜜是用冰。啊？一般的蜂蜜啦。一般的蜂蜜不是袂使冰，但是讲袂使冰，就是惊结晶人来讲假。哦。啊，你讲这条啦。你像那个你那个三公升有金的嘛？哈，你这样来敢是看无人冰吗？对，啊，因为你若买去一年来一条的拢免冰啦。啊，你若讲像阮
做生意的今年像今年无收，它在嘴巴里面就化掉，有没有？我一定要变化，啊，变化我才去变啊。用到遐退到遐，清片，清片，所以阮诶，无加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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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。啊，你亲像，啊，等下，咱即摆咧讲蜂蜜，啊，较等咱咧讲花纹，啊，啥物事？讲到蜂子纹，哦。啊，即种眼镜诶，就对啦。咱诶，芳，第一就收味啦，哦。第二，过来回温。啊，即马芳就食蜜、食花粉，这两项。但是眼镜伊吐出来物件，芳红、芳红啉啦，吼，迄个食花粉，食蜜的啦。谢谢。还有谁呀？不是冬阴啊。啊，芳红啉，几杯又红的加，加起来渣呢。它是荔枝，我那个蜂子纹，荔枝蜂蜜，荔枝，一杯那蜂不是容易，一杯女王蜂加在芳红林，也上营养的拢属于啊。这是一杯药从加海村来找芳红林来买营养，还有杯糖瓜营养，嗯，用芳红林起大的，对，哦。一般啦，蜂子纹最高段嘛。嗯，啊，蜂子、芳叶，你若讲是芳叶，也无一样。宠物使用，芳叶就是讲不可以，无一样。没有宠物没有用过，要公筷母匙。放在嘴巴不可以。无咱两个天生面容温啦。还有谁？我没有菩提叶。像咱的油啊，我咱人食油啊，油啊料子，迄毛你拢摆掉啦。咱食芭乐，迄个籽拢摆掉。那你吸收不到它里面的成分，啊，那你蜂子纹的营养很多，那个胎毛，就一顶一顶毛，一顶毛后摆出世就是要做胎衣，所以讲嘛，这个应用太关键。还有谁？一顶毛就是后摆伊要出世了，把它脱离房间内底，做胎衣胎毛。啊，那你一般吃，或者煎蛋。青椒、泡芙叶，拢食越多，你消化的时候，咱咧消化蠕动，咱咧食来变长啊多，一定毛你无长滴啊。所以讲，咱做个精致就是，摕去冷冻干燥，研磨成粉，成细虾，微分子。还要吃什么蜂蜜？吸收，把一些吸收。你是会比较特色的，我们外面吃不到的。来这边的话，就要比较特殊的。就特殊了，可是卖完了。特殊的是卖的，这个是芝麻蜂蜜。芝麻蜂蜜，我没有吃过啊。芝麻蜂蜜，这已经卖完了。芝麻，芝麻，芝麻蜂蜜。芝麻，芝麻。我知道它的蜜源来源呢。芝麻花。芝麻开花的时候去采收的啊。小编，这个对老师讲，咱从尽量讲，尽量要平平心，咱是。这条六度是 OK 的吗？还是说我们的固定设定在几度比较？嗯，要好结晶是差不多是13-14度啦。十三四度。啊，要结晶啦，啊一般是六度。诶，刚你那恒温六度差不多。对，芝麻。应当是不会结晶的。应该是。老板，那他们那边就是差不多跟你两个。绝对没有。不能长的，好好好，不能长的。还有谁？我从外口看到迄花粉，对，伊是拢安尼纯一个颜色哦，五花八门，什么颜色都有。那叫大百花啦，啊，大百花啦。啊，而且他，啊，你来看哈，老板娘请教哈。像这个蜂蜜的话，所有糖尿病的患者都可以吃。可以。啊，不会，它不会增加他血糖。不过刚刚讲是纯的。它的区别是什么样？刚才老板有讲，没有分什么果糖，什么糖，糖尿病。加上那个，我刚才给你们试吃的那个就是荔枝蜂蜜，荔枝蜂蜜它是葡萄糖含量比较多，所以适合也适合。那个肉质很乖，我是欧德的，依据个你换方向操作，是讲你较熟练。还有谁？我只管了定价500，定价什么？定价老板就可以。上面那买零几千呢？我这个很难讲啦。这个是芝麻，芝麻的，芝麻只有哪时候才会出？芝麻蜂蜜哪时候才会出？
芝麻蜂蜜啊，我们刚才说完，差不多快两个月了。对。那它要归位叫做？那请教一下，哎呀，蜂蜜泡冷水可以泡热水啊？开水。温的就可以了。温呢会用的啦，寒天啦，但是泡愈凉愈香啦。哦。泡伫普通咱差不多五度，咱像迄冷饮机因咧设计的。还有谁要试试？五度的温度上好食啦，好。谢谢谢谢。哦。你伤冰的感觉讲，咱的去，咱的嘴会感觉淡淡。卖完了，这个卖完了。啊，你五度的最冷温度，你的香度最好。我要跟你们强调。好，那等明年。啊，你来关注温水，卖超过五十度，哦，都可以泡。哦，不要超过五十度。对对对对。老板，我再请一下哈，就是说还有谁？那个花蜜，那个花粉，一粒内底是不是拢同款颜色？刚好可以。一粒内底拢会拢一同。同一颜色的，只有一个颜色。每一种花哈，每一种花颜色，一百种花，一百种色，一定不同。哦，我等下给你看。我迄代，人讲电脑镜头刀啊，其实以前啊咧广告的时阵，电脑也无咧镜头刀啊，就像你拍我讲了先忘记啦。哦，我这是电脑镜头啦，正讲电脑镜头。电脑镜头，反正是我的原理是。咱台湾、中国大陆拢无一套这个机啊！我去找这个，因为我回去做大，我去找这个做米的这个里面电脑的。哦，金米。共同设计。啊，伊这个原理是用咩？甲水吸隔出来。可以这样写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用这样写。那个电源一照到，我设定那个 O 的。白标，蜂王乳也吃过。哦，设定落去，你即马翕到，你照翕到，迄条乌就掉掉啊，掉掉。哦，这都原理。好好好。啊，所以我有法当花粉，你像这有两色，我顶好甲金甲转。嗯。我嘛有法当甲金甲转。但是成本较悬啊。我去电视上啊。上以早吼，咱这个教授。我去新竹啊，另外迄个李树丁搞配合的时阵，迄个教授要写论文，要写报告，去做啊一台那恐龙嘞，啊，真大个机械哦，吼，拢真重哦，啊，一台真正那恐龙嘞，我爬到伫遮，爬到壁边去，落安尼啊，一阵讲金偌济呢，我听着我明，我讲安尼唔免设计啦。你无知遐钱，无知遐精神啦。一公斤几十公斤啦，我讲安尼老好。哦，啊，阮落尾设计这台，阮一公是300公斤，伊迄轮流直直转，直直转，直直转，直直转啦。哦，一公上有嘛300公斤啦，我哪还可以接受啦？啊，你啥物一公无到50公斤，我迄台若要开起来，嘛还过了10万，哪敢当钱啊交？那迄台就无，迄个人设计到遐就无。啊！后来这台嘛是咱台湾设计。后来这台是就是因咧做米的，啊去参与研究。啊，大陆吼，两岸交流协会，因大陆的全省的，因全国的市坊36省啊。啊，一省一个啊，拢倒一个界啊。啊，理事长界，剩的海讲，好多大家拢副理事长啦。啊，恁在嘛副教授啦。哦，恁在做排前，恁拢副教授嘞。大家的那个 title 袂使相信的。啊，阮两岸交流就是讲，一年去大陆，啊，一年来台湾。啊，因吼啊，就学术论文啦，啊，就讲个其他个代志安尼。有带来你才参观嘛？有啊。哦，伊带来我，害我就去伊度讲咧食。吃套餐一日开1000嘞，我迄个十个一日1000嘞，一块桌仔1万嘞，拢你开啊？我开啊，咱做生意要个财，咱既然要参观，就咱该民主做搞。啊，哎，你到前面我请。我来啊，问出钱啦，恁请你问出钱。免啦，我请啦，我请就我请啦，不干。爱干脆啦，对吧？请大请小啦，对吧？我叫煮一个面出来吃嘛，是饱啦，吼。对对对，我讲出笑呀。原来。我另外这个产品的介绍也会讲哦。啊，产品的介绍哈。这个配方就是哪一种，无价钱不一样啦，哦。啊，上俗的你讲偌济？1000。
上少一千啦，啊，咱会使拍到拍一算八百袂要紧啦。今仔算欢喜，欢喜，欢喜良心大意啦，我做。欢喜，欢喜。这我在华华裔地方在坐咧讲。对，所以即摆讲的八百是，即个是算。回啊啦，这回啊我肯定算油菜啦，油菜啦吼。油菜。它不是白花。这茶百花吧。茶百花吧，百花，蜂蜜嘞，啊，蜂蜜拍八折，啊，你其他就是，哇，你若讲榆树的，甲保养这两千外块啊，两千，上贵啦，吼，哎，这已经，用要贵价，用要比用你较贵啊。啊，你这高山茶花参这个百花，敢有差价多？啊，你这高山茶花参这个，这嘛是茶百花嘛？你都。系啊，这茶百花。啊！你高山嘞，介绍啊，贵啊！这就较水啊，这就较贵啊，啊，就搁差一级吧。差不多啦，八百到一千二啦。啊，你若提啊，阮外口咧卖是唔那啦。阮外口咧卖，因为若日冠啊，就较贵。你讲一千二，无，这个不计啦。哦，这我唔敢，这阮囝伫这算样本的啦。我只意思，我若保养的一公斤卖偌济？保养一公斤了，砖的2500啦，啊有一种那带回啊的就较少啦。你说带回啊？带回啊，那成数啦，成数啦。啊，你若像芳，恁咱自己拢卖千五啊，但是一般我拢是甲大家这边拢算千二啦。拢备着，啊是啊，那有两块，我这用上的 mark 嘛，哈，分到是公司的 mark。哦，这你也给 mark。哎，啊，这些啊，这是人要提去卖啦，我要提来卖，我咧甲你替伊做生意，后摆生意才会伊家来，啊，我好死的哦，哈。哦，这人甲你挂出去卖。挂去卖。哦，对对对。哦，所以这是你家己开发的。哎。那个，伊旁边那包装不敢换掉。龙眼花，价位不同，它是哈，这是百花，这百花，这百花那个定价那个没被扒了啦啊，百花被扒了，它是半龙眼荔枝啊，一半龙眼，一半来自，不是咱去南边个南的，咱这种纯龙眼，修的时阵啊，修的时阵。都龙眼会开一半，龙眼会开一半，龙啊，荔枝会开一半，交叉的啦，迄个时阵收的啦。啊，这是后壁荔枝结束啦。啊，龙眼的，啊，咱讲究品质收较好，这单位千五。千五一千八百。啊，我倒闭起来了。八折是安尼啦，咱公开讲。八折是咱。皮外给，啊，什么叫做皮外给？你先一盖，你甲人关一趟，伊规日咧做生意，人关一趟，啊嘛，伊去嘛爱谈，去嘛爱讲，好，咱老一辈子做生意，做生意，无，啊，咱团购啊，团购，你去写写做会，你一日一日甲买，我要甲你算年数，你去写写做会。来有够的量，有够拢十以上，我就甲恁拍八折啦。哦，安尼有利啊，安尼有利啊，有利啊，主要是团购嘛，团购，团购，我生意人看钱啊，生意人讲的是，对了，他不是讲，不是讲生意人拢干那赚钱的，他有一个原则，以量制价了。啊，你一届买十趟，甲一届买一趟。嘛爱讲呢，你十趟分做十次卖爱讲呢，我爱提钱嘛，合理嘛，讲嘛爱钱嘛，所以潘红林的包装拢是这两种啦吼，这款的无啦吼。无，潘红林拢是两种的包装嘛呢。啊，按照别的包装就较侪种啊，吼。哦，比如这个大罐的，啊嘛有像这细罐，这款也是宜兰大学的啦。认证的，这两年前的啦，这半荔枝半龙眼的。一年无存啊，对，我讲，啊，你一个人只拢一支诶，对，而且宜兰大学这条是双认证，啊，一般拢会检验，好贵啊，啊，去到伊遐阁检验一摆，双好这双认证。为什么那个耐
不是，这个是番荔枝。这是荔枝，两两年啊，所以讲伊有经过看，这荔枝什么的，直接。我是这样的。哎，阿姨啊，是安只乌，你安怎做比比这年高？你放一年乌，一年更一年乌，你更加侪年都不如。爱派的，爱派的。对啊，因为防腐剂，因为咱无这种无防腐剂。不是啦，你刚拄只讲的蜂蜜就等于天然的防腐剂嘛，所以袂派。不是讲袂派，它的属于水分问题呀。哦。它水分，我们国家标准是20度，水分是20度。但是咱较早气候是较冷，即摆气候较热，所以你受不了。即摆阮咧浓缩拢19度，国家也无设讲19哦，阮行到19。阮来行到19是理由伫倒，阮今年卖不完来抗美。哦。所以阮本身阮就保持个品质啦，吼。它减少一度就对了。嗯。哦，咱咧全国。比赛全国评鉴的蜂蜜比赛面嘛是20多标准啦，阮就创十个。你浓缩拢家己浓缩是？我第一用浓缩。我当初若卖创这台有花纹橡皮哦，电脑橡皮，我也去创浓缩蜂蜜。啊，因为我感觉有人创，啊，我就注意啊，伊嘛花纹都大，啊，做这台，做这台是要竞争哩台。以前那花纹，咱台湾哦。较早时咧收地花拢真专，连尾来吼，唔知谁去摕着草仔去印着，迄个曼泽兰，反正总团，迄个做火田啊，我迄只，迄个鱼花粉拢吃来拢，十粒啦，种一粒你就苦甲咯，我你就不喜欢吃啊，哦，啊就是讲要经咧，把那个火田啊经掉，我这台开了就结实，开了两年啊，你啊先啊咧。以前啊，咱这曼泽兰，种久来吼，活久来，伊可能缺乏它的元素还是什么，较衰弱、衰退。啊，但是伊去发展新的所在嘛，较好。啊，旧的所在就较歹。啊，佮加上咱政府，以前啊有咧推广，把这个曼泽兰，你若请考去农委有咧收啊，收购啊，吼，去做啥用途我是唔知啦。我啊就。高就较少，啊，这边无遐侪花粉难见，啊，无以前啊，加上苦丁啊多吼，一半地花，一半苦丁啊，迄花粉加一半量出来，啊，一半量出来，来佫袂食咧，苦着袂，咁再去设一台，我头脑办到设一台，啊，结果天，咱讲咱人话老实，不能天一化了，爆炸一看到伊，啊，这又开始一块咧，对啊，对啊。一般这样哦，都不一般。一般恁汤面去扛手吼，迄温度差几度？就这一个大问题啊，这大问题。这吼，你不要浓缩吼，一般是因咧浓缩场拢是50度啦，我感觉个管理处啊，应该是52来较多啦，哦。但是一定的温度，甲实际多的温度，到底安怎咱嘛唔知，咱无操作伊个啊。啊，无是，愈低温当然是愈好啦。低温是芳度较会提个啦。较袂去营养嘛，较袂破坏遐济啊。啊，你拢送去到卫天爷，就是个平安地哦。我即马拢送到台南去。因为伊大伊，咱较近的是即个虎尾了一带嘛，虎尾伊开来伫。哦，是到老家嘛，哦，高庆家嘛，高庆一代嘛，啊，泰国一代嘛，伊缩较大，伊这两条，但台湾，不过台湾即卖是几十代啊，哦对啊，哦啊，因这两代较早啊，台湾一代，这三代是较早台湾，就是南北通这三大就对啦，啊，我拢送到台南，伊台南伊这都，三年嘛，我咧讲送，台南因为伊较偏远。农友也袂积极做伙，哦，啊，我拢缩个时间吼，缩个时间我透早就到，别人拢出去缩我个。你若农友做伙吼，这下伤济，伊会甲你管路缩。哦，啊，你若上好，你若要行较低温，要叫家缩较低温，加钱嘛袂要紧，哦，伊看要加钱，还是安怎嘛袂要紧，
咱上好若直接寄人冰，也是讲咱家己人冰。咱即摆收来也袂熟啊，经营做位才要来熟。啊，你若招生啊，就是经营做位才去熟到内容。啊，你爱冰，啊无你为头收啊，买你都冰，头啊就臭酸去啊。啊。我听讲啦，吼，你去那个房东那边，嗯，有谈数，谈数是啊，无啦，进前是最近好像有贵，还讲温度我都感受得无好。哦，最近我是唔知啦，较早是无啦。我在家己买，在家也对啦。我就听因后生咧讲，伊好像咧占领市场嘛，环境面。你啊，因囝都来我遮来两桌。对啦，恁老互相食迄个，我知。